好，教练，我们现在这一个布局，我们接下来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呢？OK，我们 driver 打完之后，球落在球道上，那么下一步打第二杆。第二杆的话，我的目标这时候就很明确了，要吊起杆，如何打到洞口附近，然后将球推进去打个小鸟，这是咱们的目标。好的。那么我们先第一步先量一下这个距离啊，洞离我们有多远？好，一百四十三码，这属于短还是短远？杆，短短铁杆，就够了。一百四好，十三码，正常来说，我应该拿个九铁就够了。但好是的，因为是顺风，所以我可以减一号杆，我拿一个 P 杆啊，P 杆，P 杆就比九号杆小一号，平时能打130吧，然后再加上顺风，就刚好能上果岭。好的，那教练给我们示范好，一我下。看一下啊，努力上果岭啊，争取我们打一个小鸟。好，拿一个九号铁啊。好，Grace，你看啊，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，就说是球现在高一点，我现在低一点。对，那这时候就产生一个什么球啊？我如果不懂的话，我一击球，这个球就可能往左边飞。所以我这时候站的时候，瞄的时候，我还得瞄我的目标方向偏右一些，这样就刚好偏右一些，让球本来是这样侧面飞的，然后瞄偏右一点，它刚好就上落在果岭去，上。明白对，好，我们检坡查一度下。很有影响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试一下啊，拿 P 杆看能不能上果岭啊。如果这个球的 Encouraging，好与坏怎么判断啊？我们杆子下去之后是吧？要把这个地上的球痕要打出来，所以你看见教练打完球之后有一条球痕在下边就对了啊，对，草皮会飞起来，我们最后会拿那个沙子把它填好啊，可以了吗？好，那就准备打了啊，好，我们拭目以待，看能不能上果岭啊。好，上果岭了，稍微左了一点点果岭左边啊，应该正好啊。棒，好，谢谢。好球，好球！好，谢谢。来，菲娜试一下啊，在这个位置，你站后一点啊，小心啊。菲娜还是很有力量的，一个打坏的打一个。Good shot, not bad，还可以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再来一个，打深了一点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打深不？因为我们这个球高，no，球高人低啊，所以你打的时候就稍微的杆子握短一点点啊，那 too much too much，怎么样？yeah just a little bit yeah，然后打下去啊。好多要学，好东西学。当你在这个压力下打一个好球，其实不容易的，对因啊，为压力大家都看着你对的球。占据了很多，是吧？刘姐知道的。Good shot，哇哦，perfect。可以，太厉害哦Good player，Let's Thank you。go。OK，我们上果岭去推杆吧，怎么样？好，上果岭。教练，我刚刚看到那里有个小洞，那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洞啊，这个洞，我们上期节目也讲过啊，就是当你球从远处上果岭之后，因为那个球很高，它的力量很大，它会把果岭打一个洞啊。这时候我们要拿一个这个专门修果岭的这个铲子啊。我们把果岭修好啊，压进去往前推，压进去往前推，压进去往前推，然后拿推杆把它垫平就好了。哦，就这样子。对，这样就修好果岭了。其实这是每个高尔夫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啊。它球场没有明确规定你一定要修啊，但如果大家都不修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果岭上满都全是都是洞啊，洞。就比较麻烦啊。好，这就是咱们刚才一上来练推杆最重要的环节了。这个能不能进洞，就决定了这个洞是小鸟还是怕啊。对。小鸟还是什么？怕，怕这个就是标准杆四杆，我四杆打完。那么小鸟的意思就是低于标准杆一杆。我三杆如果进的话就非常好啊。好，一杆 driver 在球道，一杆上果岭，一杆推进啊。好，那么它是有概率不进的啊。这个球的话是左边高，右边低。我如果有50%的概率推进，我就很开心了啊。这个差不多有一个6到7 feet 啊。6到7码，这个就是看感觉了。So close。对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不进是吧？那下一个要进啊，这个再不进就过分了啊。这个再不进的话，这杆肯定三杆就很过分了。There you go。Yeah，yeah，yeah，耶，好，教练，什么是推鸟？
翠鸟就是四杆动，三杆进，就是小鸟啊。你认为我这个进的概率有多少？一杆进啊。概率是多少？100%。100%，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啊。想办法都要把它推进去啊。教练请喝奶茶。那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一杯奶茶到手了啊，这个再不进的话就一杯啤酒了啊，然后就是一瓶白酒了啊，最后就破产了。压力太大了。进了，耶、okay. yeah! ！Thank you。你看我脸上已经没有表情了啊，面无表情了。太厉害了！你来推一个，来，你推一个。你不敢一杆推进啊？那我太没面子了。好 ，Grace 推啊，千万不敢一杆推进啊，至少五杆啊。五杆。是不是教练教的好？谢谢教练。教练可以啊，教练。哎呀，超级！哎，等一下，让那个 Fiona 再推一次。哇！耶，四杯。哎呀，可以，哎，把球一捡，不要忘了啊。把旗子，哎呀，太好笑了！哎呀 ，Okay, let's go. Good job. Let's go.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。我们这几期节目将在各大视频平台播放，希望大家为我们持续关注与点赞，感谢。